原标题，武夷的一生有一个最大的遗憾，跟他接触过的女人他都无言以对。在我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，一共有过559个帝王，包括397个帝和162个王，每一个皇帝的背后都着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，他们的后宫在今日也依然是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。在这后宫之中，往往也会有几个格外出众的女子受尽皇帝的宠爱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是众多皇帝中的一个，溥仪。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，他只进行过一次选妃，在那次大典上，他只为自己的后宫选了两名女子，婉容就是由末代皇帝亲自挑选出的皇后。那年他刚满17岁，但超凡脱俗的美貌就已经展现了出来。婉容不仅有貌美，而且十分有才华，这样的女子本可能会有一个幸福安稳的人生，但是当选为后，这件事完全改变了她的一生。身为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的皇后，她的一生也可算作一场悲剧。一般人不知道的是，严格来说，溥仪和婉容的婚姻若按照汉族的说法，实际上是亲上加亲，骨肉还家。婉容是玉常的外孙女，玉常之父溥煦是清高宗乾隆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的玄孙，与溥仪是刚出五服的同宗兄弟，故此婉容虽然被钦定为皇后，她母亲仍不十分赞成，但木已成舟，只得主此。紫禁城是清朝历代皇帝生活的地方，婉容身为皇后，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。在这两年里，婉容过得还算快乐，她是一个追求新潮的女子，喜欢一些当时从外国引进而来的新事物，例如吃西餐。她还曾经学习过骑马，穿过西式服装，她结交过美国的朋友，跟着朋友学习过英语。婉容也有自己的英文名字，就叫伊丽莎白，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溥仪帮她起的。其实从这可以看出，在这时溥仪十分疼爱自己的这位皇后，甚至允许她做许多当时的其他女性做不了的事。在刚开始时，婉容更受皇帝的偏爱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溥仪总是会偏心于她。但是皇帝做不到雨露均沾，就容易挑起后宫的是非。文秀也就是溥仪的妃子，对此时溥仪的表现十分不满，而婉容又凭借着自己皇后的身份处处挤压他，这使得后宫十分不安宁。对于婉容和文秀之间的矛盾，皇帝也无可奈何，时间一长，溥仪也觉得厌烦，每晚只待在自己的殿中，哪里也不去。就这样，生活在深宫之中的婉容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孤独，他每天派人寻找有趣的事情给自己当作消遣，但是最后依然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，甚至于每天婉容都会砸出100多两的银子，但这些银子只会让他感觉更加的寂寞，心中实在太过苦闷，又找不到排解的方法。婉容日渐消瘦，这时手下的人向他介绍了一种东西，声称吸食他可以获得快乐，这个东西也就是在当时刚从西方流传盛行的鸦片，后来一直伴随着婉容度过余生。在溥仪被赶下了皇帝之位后，婉容也失去了自己昔日的头衔，他跟着溥仪搬出了紫禁城，到了天津，但婉容的日子依然十分奢靡。当溥仪被诱骗成为了伪满皇帝后，婉容也受人蛊惑去了大连，最后成为了执政夫人，在长春的伪执政府中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。婉容在长春也享受着荣华富贵，但是却没有了自由，甚至于他的一切都被日本方面派来的仆人监视着。婉容也曾想过要逃离这个地方，但是失败了。在这时，溥仪不再像当年那般喜欢他，并且因为他赶走文秀一事，认为他是一个善妒之人，
并不是一个好的妻子。普渐渐不再跟他说话，也不再和他同床共枕。此时的婉容更加寂寞，实在无法。他加大了鸦片的吸食量，想借此忘却烦恼。就在这段时间，孤独寂寞的婉容犯下了他这一生最大的错，他和别的男子发生了关系，甚至还生下了一个孩子。溥仪知道这件事后大怒，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他一生的耻辱，因此他不顾婉容哀愁，在婉容生下孩子后的就找人把孩子活活烧死。可悲的是，婉容还以为自己的孩子还活着，不过是被送到了贫苦人家之中。经过这件事，婉容彻底的失去了溥仪的宠爱，她似乎被关入了冷宫，这对于一个女人是一种酷刑。她每日都吸食鸦片，精神病也越发严重，整日都在风言风语。她也不再收拾自己，蓬头垢面，再也不见当年的光彩夺目。她在这样的炼狱中又苟延残喘了14年，在她死后没有一个人为她收拾遗体，之后再也没有人寻找过他的埋葬之处。其实婉容最后的堕落和溥仪有着直接的关系，那么为何婉容要通过那么极端的手段来获取快乐呢？因为溥仪没有行房的能力。溥仪曾经向多年的同事沈醉透露，在他尚且年幼时，常常被伺候自己的宫女玩弄，甚至太监怕他跑出去，就把比皇上大不少的宫女推倒在他床上，有时两三个宫女在床上教他干坏事。就因为这样，他得了严重的性功能障碍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婉容的下半辈子一直过得十分凄惨，甚至可以说他的人生被溥仪毁了。溥仪曾经跟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说起大婚的经过，大婚仪式是在夜里举行的。溥仪掀开婉容的大红盖头看了看，相貌的确不错。他没在坤宁宫睡觉，而是在养心殿和太监一直玩到天亮，和人私通，在当时依然是个不小的罪名。但即使是这样，婉容也没有抵抗住这种诱惑，这也算是可悲可叹。参考资料：我的前半生，中国的末代皇后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